判断觉得你觉得不对劲的，你就把他带回来，好不好？对，就不要含糊逻辑，你先好，加油！好，可以休息一下，时间完了吗？我刚才有看到他，可是我是想他一直在讲电话，因为恭喜过关，这个就是你们今天最后的提示了，还有18分钟，赶快猎物的部分，念珠。真的，如果有看到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？不要再练了，讲只能跟我们讲，只能跟我们讲。要玩到了两三，那再找最后一关的破关的过程之中比较困难一点，因为我们所剩的所可以找的东西变得比较少。加油加油，还是有机会的，赶快！加油！那你看我们，我再找一个人，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执行动作，这样。一二三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种东西没有，是就是一个特别的动作而已。谢谢你们。什么 ？Baby 是否能发现这小女孩的异状？五位参赛者，你想淘汰谁？只要投下残酷的淘汰票，周周都有机会拿到优渥的奖金与奖品哦！详情请见活动官网 wifi.mytaipei.tw。速度非常非常的快，猎人队甚至没有在时间内过关完全，找不到啊，差最后一个，会很难找吗？好像有点难，但是刚刚你们其实擦身而过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包括无限队甚至做出一些不文雅的举动，这边垫臀的，所以我要把这位呢请出来，让你们更加的遗憾。来，欢迎我们的。算是奇人异事代表，但你现在看的时候哪边不一样吗？鞋子，现在还不知道，还不知道啊？你不觉得太近了吗？什么太近了？是混球，错，所以你觉得是鞋子的问题？那你觉得是哪边的问题？脚毛。九毛，差不多，重点出来了，每一集讲，问题出在哪？一二三，他是男生，我们是个妹嘛，你们现在还看不出来他是男生吗？哦，哦，哦，谁戴了胸部哎？一定是卫生纸，我真的，擦汗，卫生纸。好，掌声谢谢他了啊！牺牲摄像，谢谢。今天算是无限队顺利过关，嗯。但猎人队这边又再度2连败，有没有什么话要补充？我在最后，可能在某些关卡，我耽误了一些时间。对，就像在打游戏的时候，因为很少玩游戏，所以一直输给妹妹很多次。那你觉得呢？今天会不会有遗憾？上来阳明山时间好看。对，我觉得搭乘交通工具是关键。对，嗯，不过今天呢，淘汰制度还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。
传裤的时间到了。当然啦，就是这是一个比赛，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淘汰机制，因为最后的赢家才能够得到我们的100万。那其实呢，我跟八位妹妹关主呢，占了30%的这个淘汰机制，就是我们待会就会回去我们的秘密基地，然后开始开会。那剩下。对，我们正寝室。那剩下70%呢，就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从节目播出的开始呢，像一直到隔天的12点，晚上12点，你们都可以上 wifly.mytaipei.tw。那这些决定权就在你们身上。最后呢，得票比数最高的一位就会是我们要送他回家的。不过当然啊，这是在电视机前面观众投票的朋友呢，你们也有福哦，因为你们会得到很好的奖品，是我都非常想去出国玩的。对，有北海道5日游、东京4日自由行、关岛4日自由行，然后还有笔记型电脑，还有高额的现金奖。哇！就是很多的大奖等着你们去拿。夸张哎，观众朋友，你比他们还过瘾哎，在家吹冷气，然后现在又可以决定他们生死。对。那现在向左转，往那边啊，起步走。掌声欢送他们。猎人队现在剩我跟小猫，那有可能被淘汰掉，可能是小猫。辛苦了大家。这一周要淘汰的只剩下我跟 Baby 二选一了。那谁会被淘汰？我觉得我的机会比较大吧，因为在今天的破关当中，我表现的比较差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回到秘密基地，要探讨谁到底今天被淘汰。然后每位关主呢，都涵盖着30%的生杀大权。你们这一组，当小梦出去找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 Baby 就是还蛮被动，就坐在旁边，就在那边等，就等着。但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积极的感觉。那你们这一组呢？我们选的那个人，他主要就是因为他体力不好，所以有点拖延了时间，就是竞赛的时候，就拖累了整个团。对，我觉得今天猎人组感觉比较没有精神，就是所有的游戏下来，他们的时间都是花最久，就觉得他们两个好像很不熟悉一样，默契。对，就感觉没默契，然后又加不熟，很冷漠，感觉他们玩得很痛苦。对，应该要更加的努力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人的努力不够认真，因为被影响到。3 2 1，想拿大奖，请上网投票淘汰参赛者以及上周得奖名单公布。活动网址 wifly.mytaipei.tw。